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现在在2021广州车展 1.2 馆兰博基尼的展台。兰博基尼这一次是带来了两款车，一个是那个 Huracan， 它的这个后驱版，然后还有就是 Urus 的那个两个颜色，一个橙色，一个绿色。其实那个兰博基尼啊，作为一个在这种超跑品牌当中，我觉得很具性价比的一个车型，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。这辆车是5.2升的 V10 发动机，然后有超过600匹的马力，整体的这个性能也是非常出众。当然之前是卖的四驱居多，现在主要就是卖两驱了。然后 Urus 的话，作为这样一个超跑品牌的这样一种 SUV 车型呢，对于这个价位的消费者也是很有吸引力了。 4.0T 的 V8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然后其实它跟那个途锐啊、卡宴啊这些车是同平台的，但是它的性能会更加强悍一些。整体的这辆车，我觉得作为超跑品牌来说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